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，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去说从前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谢谢小贤以及黄凤阳老师的来精彩的表演。